八年河大桥。啊，今天雾好大了。前面往山上走就可以看红岩天树。这个红岩天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能够解开，它究竟是讲的什么意思？今天天气不太好，有下雨啊，有雾啊。我等一下爬上去看一下，这个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天树。啊，就好像这个石碑上写的这种。这个是复制品的，真正的在山上，这种的就叫做天树了。哇，真的是篆体也不是篆体，不知是什么样的天树了。我现在走上山上去看红岩天树。要走10多分钟，还是有点远的。今天主要是又下雨，雾又大。红岩天书就在上面，现在雾大看不到，就在那个石壁上。前面朦胧之中的那个就是霸陵河大桥。啊，可以看到一点点。今天雾太大了。这下面是蹦极的，是吧？上面吊什么？蹦极的。还有什么那个滑翔伞是吧？这是云海了。下面是个小寨子。这下雨的话很。在半山腰中看这个霸陵河大桥，这个大桥有370米那么高，就在这里蹦极的。今天雾很大，所以看起来就不是很清楚。